好了啊，各位观众，今天我们直播的是Fnatic FCL 的线上联赛，然后现在依然是小组赛，然后今天一共有两场比赛，第一场是 Israel 和法国的 E2G，也就是今天挂的是 JAS 的对标啊、，Israel 队中啊、阵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Kadian、Trace 啊、Turkis、Colon 还有 XYP9X，现在。比赛还是没有开始，双方似乎在重新拼刀。法国队这边 Atlantis，还有一个，应该有一个Drizzer，然后 Kishoma，还有 Ostrich，就是原来的 Isahara 的教练，还有另外一个第五人。然后来看一下这边的阵容：Atlantis、Drizzer。Ostrich 哦，还有一个就是 MSHZ 啊，不是太有名的一位法国选手。然后第五人是 Kishima，看 JS 选到了 CT，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在还是在热身阶段。有人说介绍一下 E2G，E2G 前身应该就是法国的Isahara，原来之前有法国的几名标志性的王牌选手，像 MSX、Major、Sixer，不过之前 Isahara CS 分是和 Absolute Legends 那个 LOL 的俱乐部合并之后，然后有。之后阵容就发生了变化，MSX 应该是退役了，然后其他选手也不打了，然后所以阵容就换了几个人，然后 Ostrich 自己又组了一支队出来，原本是在 Sahara 作为第以教练的身份作为第五人的，然后现在又自己组了一支队出来，然后现在这个他们对标是也并不固定，一会儿挂 EG，一会儿挂 JS，法国的这一支队目前。应该也是状况并不稳定。这是第一场，然后下面一场呢，我们将直播的是 WinFact 和，然后来看一下 WinFact 和 Alternate 的比赛，也就是之前的 Lemon Dogs。现在比赛应该是正式开始了，好，外场踢出的非常快，Turkis 起了一把 USP 直接。做掉 Atlantis，这局 T 是快攻外场战术。Atlantis 被 USC 报道之后，用在公共频道说是一个这个长枪局很爽。在外场，基本上已经控制了外场，并且有 USP，也不着急买包，都在卡点。刀点的 CT 被四处过来包围，最后一名 Drizzer 从内场回防，也是没有办法面对五名 T，五名 T 全部都是半血。Israel 第一局首相局赢得非常的令人信服，差距的确差距比较大。哦，对标反了，然后再切换回去。这个需要从配置文件中修改一下，然后迅速的把它修改一下。否则的话，否则的话，队伍的比分也是颠倒的。这下就，这下就正确。好，我们看第二局，第二局 T 是直接进到内场买包。
MACT 用 Deagle 打掉对方两把枪，这把 Deagle 起的还是很值的，打掉两把枪。看第三局 CT 应该还是继续 eco，毕竟 CT 装备是比较贵的，而且在 trainer 这张图上面做 CT，第三局如果强起的话拿不下，后面压力就非常大了。T 这局看来是要快速 rush，并没有 rush 到前点之后，应该是摸内场。中路留 Turkis 一个人在观察，空龙拿 USP 走在最前面。比赛刚刚开始，现在是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ESL 打 E2G，ESL 拿下上局之后，然后现在2-0。现在第三局 CT 依然是 eco。伊克欧斯炸了下三刀，下面空龙依然拿 USP 走在最前面。看一下 CT 这边战绩，MSHZ 连续两局都是起 Deagle，并且打掉了杀掉对方三个人，然后队友全部是零，然后期间打掉了200 AK。现在第四局应该是 E2G 的第一个长枪局，T 这边进攻第一局手枪局赢得非常的轻松，五名 CT 五名 T 没有一人阵亡拿下手枪局，然后之后连得三分，中路狙漂亮。把扔雷的 T 狙死，不过空龙从楼梯下来，为队友复仇，也将人数拉回4v4的局面。我们看他现在发现了高坡在观察 CT，并没有拿狙继续出去对枪，而是和队友一起打。现在队友准备打那场，三名 T 已经下到了，已经到从楼里下到近点，空龙依然在卡高坡。T 把雷都扔了，扔了之后就不过我们看 CT 的防守却依然是不太给力。现在两名 CT 回防，空龙退回了楼里。空龙在穿的这个点，就是这名 CT 所站的这个点，只不过没有穿到。最后两名 CT 是选择了保枪 T，最后3v2的惨局损失了一人，不过最后保了两把枪，然后包也炸了。ESL 拿到了上半场第四分，E2G 保下两把枪。E2G 这一局混枪，有一个人起钳子，然后并且还有人抢起 FNAS，但是也有两名。队员是 eco，我看 T 外场直接出来，科隆，科隆率先杀死一人，一手马上到了三楼，特兰西四刀压过来，打了科隆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被。补死，现在变成 2v2，Trace 被 FNAS 三连发打，还剩 2HP。CT 外场三楼，Kishima 依然在外场三楼，还剩10HP。Trace 现在在四刀楼梯附近，非常的谨慎。T Turkis 自己带包在内场打掉了回防 CT 之后，现在可以安然埋包了。Trace 从井中。绕了过来，10HP 的 CT 选择保枪，这是 ESL 上半场即将变成 ESL 的第五分。
E2G 上半场做 CT，在超影这张图上，这张 CT 强势的地图上，手枪局没有拿下，接下来两个 Eco，然后没有多大的悬念，然后第一个长枪局也没有守住，在 T 在楼里，应该说磨叽了很久，而且也并没有完全的静音，T 只是一会儿静音，一会儿出脚步摸过去，然后 CT 也明明知道上面有人，也看到了烟雾扔出来，然后 T 在上面依然卡了一会儿，然后才去打，但是 CT 依然没有守住。然后第五局又是强起，装备又补齐，最后2v2的残局没有拿下。现在 ESL 已经5-0，这边非常的轻松啊，听到已经有人买夜视仪了。轰隆，居高坡敌枪没有击中，然后迅速所有的人下楼梯打外场。轰隆180度回头，打掉了锤子，不过这个还是稍晚了一步，队友已经阵亡了。最后两名 CT 选择了保 Deagle，ESL 拿到了第六分。在 Train 这张图上，上半场做 T 已经6-0，CT 这一局可以起枪了。终于，这是 E2G 应该是第三个长枪局，尽管第二个长枪局是他们强起，装备并不齐全，CT 一上来四个外场。又是在楼里一路跑到了那场，五个人全部跑了过去，然后扔了之后，这次快速出来，三道 CT 被掰了，不过没有打掉。看那场 Atlantis 一把狙在高坡附近，Atlantis 这个防守用狙最后只狙到了一个人。然后听到近点 Turkish 已经跑过来了，但是还是一直在看高坡啊。ESL 第七局打那一场，轻松拿下。E2G 又是一局 Eco。自从 MSX 退役之后，然后 Major 和 Sixer 也不打了以后呢，E2G 这个阵容里面就只有 Drazer 一个人是以前的老阵容的选手，然后 Atlantis 还是比较知名选手，Austris 是原先的教练，然后但是另外两名队员呢就并不是知名的一流选手了，而 Austris 虽然资历比较老，但是可能跟年轻队员比有一些力不从心。最后一名 CT 从内场出来，在斐家楼里群组保枪，看一下战绩吧。这边 Turkish 已经20-1，应该是有几次炸包啊。然后 Trace 10-2，Colon 9，XYP 是3，Arcadian 1-4。然后法国队这边 MSHC 是5-7，这超出另外三名队有三个战绩，应该也是。在前几局起 Deagle 杀人得到了战绩，现在 ESL 上半场8-0，E2G 上一局 Eco 之后，这局又是应该可以起枪了，看他们有没有起，似乎是没有起，几个人都是买雷加一个钳子，那场一个人四个人冲到绿通附近，直接两个人 rush 绿通进去，
但是会跟 T 撞一个正着，不过把 T 全埋在 CT 的两把 USC 明显火力不够。过了2秒，T 的白雷的效果消失以后，迅速把两名 CT 秒掉了。ESL 9-0，E2G 终于可以再次起枪了。CT 装备本来就很贵，在上半场先做 CT 的话，如果不多拿到几分的话呢，实在是就会非常的困难。而且如果在这张图上当 CT 要多拿分，那就一定要把握住长枪局的机会，把握住长枪局的机会，才可以在后面的对方才有可能迫使对方一口。尽管现在看来对方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好，已经没有基本没有什么可能一口。CT 在绿通这边站在了墙旁边的岩旁边，然后躲掉一颗白雷，打死了绿通出来的 T。看绿通这边已经有死掉两个 T。CT 这边两把狙在外场控龙和对方一换一，现在 CT 3v2，这很可能是 CT 上半场得到的第一分。看一下 TXYP 依然带包带绿桶，然后四道这边 Arcadian 在吸引。MSHC 这一局的绿桶已经1v2了，Arcadian 蹲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猥琐的，因为这个由于显卡驱动啊、贴图的原因，以及这个 4S 里面的光照的引擎的这个光照设置问题，所以呢，你蹲在这儿的话，人就是全黑的。一般在大多数人的机器看来都是全黑的，所以就是一点儿也看不到。眼神不好的话就很难看清了，就像在 Tascam 上面蹲在草丛里，或者像在 Forge 蹲在树里一样。Forge 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Forge 的那个树可以站人上去，然后你站在树里就往往就很难看到，就像 Nuke 地下的核弹上面一样。难看到，所以比如在 eco 的时候可以利用地图的优势，虽然是有些猥琐。我看 T 这局没有往外场，大部分选手都是在楼里，又是慢摸楼，也并没有静音，依然在穿。然后刚刚空第一个从地波下去，看到了一名 CT 开了一枪没有打中，退了回来。T 总是这样，在集结在这边。CT 如果明明知道对方进攻重点在内场的话，外场 CT 应该从井中或者从绿通早就可以压过来了。然后内场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回防了。就算怕对方直接从下楼梯转外场，你可以楼梯上前压一名队友，然后三楼放一名队友，然后就可以了。看 CT 又是明知道对方全部在楼里。然后让对方扔了之后再打出来，不过这一次防守比较成功，两名 ALP 先杀掉两人，空龙迅速扳回了，迅速爆了这个仇，空龙 1v2，不过还剩 7HP，现在三名 CT 依然在存活，空龙 7HP 最后一个人。包依然掉到了三道附近，这已经没有机会了。我5秒没有时间买包。CT 这一局，在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有枪械，也有队友支持的情况下，终于一开始 ALP 做到两个人，然后瞬间变成5v3的局面，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打了。E2G 就是上半场的第二分做 CT，我替之前。已经得到了9分，所以他们的经济优势也是很大的。像 SYP 从中路出来，一上来就被狙死了，中路四刀下来。KDN 打掉了电箱附近的 T，CT 这边依然是两把狙，空龙打死了三楼的 CT，然后应该是中路一把狙，然后阴面一把狙，看空龙怎么处理这个。
克隆跳出来之后，在空中被狙死。哦，漂亮，这两枪。第三个人应该是切枪的时候不来不及来，应该是切枪的时候切枪的程序还没有完成，所以根本无法开枪，所以已经瞄准了。啊，这一局 MSHZ 今天这个狙发挥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克隆在刚刚跳过来，在下在五挂到五的后面，然后刚刚跳过来在空中就被狙掉，然后瞬间切到六刀，然后又狙死一人。CT 这局依然是两把被打平。PK 之后已经摸到了内场，看一下那场 CT。那场只有 Tlantis 一个人在守。Trace 一开始想抢那场，从低坡先下，不过呢，Atlantis 拿狙在卡他，所以没有得逞。现在 T 变成3v5，那场依然是没有下，然后他们。逐渐摸回了外场，摸到绿通附近。看，空龙一个人在中路，一枪没有打中，被两名 T 瞬间 XYP 回头把三楼 CT 打掉。Ostrich 这个角度卡的实在是太别扭了，对方如果从阴面过去的话，那样打很难有把握的把对方打掉。Atlantis 中路回来。用 AWP 打掉了刚刚埋包的 T，这时候 1v2 残局，两边都有 T，他应该已经听到，不过呢没有回头，来不及回头被克隆狙掉。Ezreal 在对方连续得分的情况下，终于停止了对方这个势头，然后现在拿到了第10分，10比3。CT 之前买了几把狙，这一局经济透支过度，这一局又是根本买不起装备啊。不过应该是还有人可以买 Deagle。Trazer 一个人拿 USP 直接从楼里冲了过去，然后几名 T 全部在那场楼内汇合。Kishoma 这一局终于有一个 CT 从后面包抄了，这是应该是上半场 E2G 第一次有人成功的，至少不说成功，至少是有包抄的意思。至于成不成功呢，我们还要看手里只有一把 USP，也不再往前走了。最后一名 CT 依然在耐心的卡一个点，XYP 也非常的谨慎，明知道对方是 eco，但是呢，还是一直在用 AK 再卡一个点，最后还是不敢一个人往楼里跑，最后还是跟队友汇合，一起从井家的方向撤退。T 在创业11比3的情况下，依然是，至少是某些 T 依然打的是。极为的谨慎，连一把枪都不敢掉。估计 T 应该有几个，至少有几名成员应该都已经16000了。我依然是非常的财迷啊。T 这局啊，CT 这局起枪了，他上一局 eco 之后存钱打最后一局啊。KDIN 中路一开始就被狙到了腿。跳了出来，然后16HP 还打掉了一名 CT，队友的火力相当的猛。Ezreal 打外场快速的结束了上半场最后一局12比3。
现在服务器 Low 三下场，正式开始。看 T 这一局应该还没有准备好，再商量战。没有，服务器还没有，还没有正式开始，再次重复刷新。好了，这一局啊，T 四个人走楼内，Atlantis 一个人在中路。看 Colon 这个压到了啊，Colon 去抢三楼了，发现了四道有 T 的动静。T 在楼内，全部从楼内跑进了内场。Atlantis 在外场中路把 Colon 阻掉。三楼冲锋打掉，现在4v4 T 已经埋包。我 T 并没有藏起来，而 T 每次在火车上楼梯上准备吸引一下的时候，或者探头观察一下的时候，每次一出来就立刻就被包头秒掉。CT 的枪法，E0 的枪法显然是还是的确比较有优势。几名 CT 并没有着急往包点反扑，而是先控制了一下节奏，然后 T 露头，立即就被爆头。E0 做 CT，虽然那场被对方埋包，不过回防的时候还是相当的稳健。上半场12分的他们，现在下半场1-0，已经13。T 这一局两个人带包等在中路，然后四刀直接下，然后四刀和外场一起打。不过 CT 除了空洞存钱买狙以外，别的人全部起枪了，所以几名 T 还是很快就被杀掉了。毕竟在车影一上来就是距离比较远，Glock 是很难和。长枪，在和长枪对枪中，Clock 是很难占到优势。空龙第三局依然是没有买狙，哦，有队友给扔了一把狙。空龙第二局自己就没有买枪，然后对还有队友扔枪。带包，两名 T 带包，空龙在这边穿过烟雾观察旅途，应该稍微低头的话会看到。一会儿有匪过来，两名 T 依然在卡点，然后四刀和中路都 T 都有人，三个 T 架人 T 架了三层，不过因为有烟雾，T 一直没有发现恐龙拿狙打掉了最下面 T，然后 Turkeys。协防和 Trace 协防过来，绿风武器全部刷掉，最后 Trace 和 XYP 解决了另外两名 T。E0 已经3-0，E2G 又是一局 Eco，E0 拿到了赛点，最后一局 Eco，E2G 现在可以比较安全的说，E2G 这场比赛的确已经 GG 了，双方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被扔雷之后想出，不过直接空中一颗瞬闪被白了回来。CT 的雷非常的及时，T 从哪儿走到半截就立刻就会有白过来，追着 Digo 爆掉来 swipe。现在3v4，如果谨慎一点的话，还是可以有的打的，先不要着急呀。捡枪的队友先去慢慢的寻找机会杀人。不过 T 的劣势毕竟是落后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过多的心气儿再去仔细打再翻盘了。毕竟他们即便打的话，最好的可能也只能是平局，而且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E2G 下半场E4 下半场连拿4分，以总分16-3，赢得了这张 Train。
接下来我们将直播的是 WinFact 和 Alternate 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个说来也有。